做菜不一样，方式长，其实坦白讲不是这样子。早餐是喜欢吃这样比较清淡，嗯，像这些食材都是台南在地的食材。现在还有起司，我们柳营是全国最大的酪农区，这么多点心里面，这个最厉害，绝对是。对，你尝一下市长的爱心手艺，这是甘地，是甘地，对啊，这是台湾台南味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